自从我跟萌萌在一起之后，二人世界变得十分的和谐，而我姐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局面。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介绍一下萌萌，那个她是我姐。姐姐好。哎，这咋不叫？这么冷，这种事还是用你开心吗？当然，我弟是找的对象。你和谁联系？我不是姐，你胡说什么？我总不能养你一辈子吧？我不管，不要走。来，萌萌，谢谢。哎，没事。为什么我唱你就没反应啊？这是我跟我弟的暗号，我想要什么，只要一个动作就能够。哎，萌萌，你呀、啊、你、啊。哎，萌萌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听说过妈宝男，没想到还有姐宝男啊！你连我最想要的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我看你还是跟你姐过去吧。不是，萌萌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是跟我姐相处久了才有这种默契，其实我们在一起久了也是一样的。那我问你，你知道我最想要的是什么吗？你想要什么？哎，等一下，你这都受不了了，还过什么日子？还有你，女孩子最想要什么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真不知道。手机给我，我过去。哎。张一起靠近一点，看镜头，跳一个。干嘛呀，姐？女孩子最想要的是安全感。啊，怎么了？烫到了吗？啊？我眼睛进沙了，好痛啊！进沙子了，我帮你吹吹。你把眼睛睁开啊。啊啊，那什么，我找到胡家门，胡家门，你们继续，你们快点。好些了吗，萌萌？我这边眼睛也进沙子了。那再吹吹。哎，谁呀？这是我的病啊！喂。我姐她，这下没人打扰我吧？那再吹吹。由于我姐三天两头偷窥我跟萌萌的生活，于是我们决定。我姐回来了，我。你姐每天都在监视我们俩，我受够了。她是我姐，你理解一下好吗？你既然这样，我怎么行了呢？你看看你们都欺负我，又吵架了。哎呀，她无理取闹，她。我无理取闹，不是吗？啊，你。我懂了。她好像明白了。姐，你不用惯着她，还让她走就行了。算了，明天就离开了。看我现在这样，我怎么挣钱？我决定了，多住几天啊。不行啊，还有其他办法没？我还有一件，借刀杀人。不是那个，我的意思是，秀恩爱，在他面前秀恩爱。单纯啊啊，嗯，真爱吃萌萌。我也要。嗯，那我给你夹。来，萌萌。嗯。怎么了？我不要筷子喂。那要什么？哎，够了啊！你们两个想杀人诛心吗？哎，姐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刚刚没注意你在这儿。我跟萌萌处于热恋期，你理解一下嘛。你们别白费力气了，又是吵架，又是秀恩爱，想赶我走是吧？哪有，我怎么会赶紧你走了是吧？解释啊，我是不会走的。好吗？给我安排了一个任务。啊，什么任务？要监督你们俩，不能再婚前犯错。哎呀，这哪儿跟哪儿啊？婚前犯错，你这说什么呢？总之。哎，你是你好，我是助理隔壁的啊。嗯，我家马桶堵了，找你接下马桶塞。马桶塞？我跟你去看看吧，我大学小心马桶。你想到其他办法吗？我也没办法。他干嘛呀？不
行，你干嘛？啊，那个帅哥回来过年，家里有什么没人照顾，我答应了不要拍下，这管怎么？哎，不是，你不是要监督我跟萌萌俩吗？个屁！别管我自己自己不幸福生活，你不会是你干嘛呀？去。进来，兄弟。Nice。啊，怎么了，萌萌？那个，我房间门锁坏了，进不去了。进不去了？嗯。那这么说，今天晚上你没地方睡觉了？嗯。嗯，等我一下啊。单纯，单纯。哎啊！你在干嘛呢？啊，你说这个呀？那等我一下，马上就好啊。有点生疏呢，最近。开了，进去睡吧。Okay. 进去吧。哎呀，困死了！哎，单纯，萌萌又怎么了？那个，我房间空调坏了，这个被子盖着太冷了。空调坏了？嗯。那我帮你去看看。哎，啊？你别告诉我你还会修空调啊！啊，那个以前干过。哎，不许去。为什么？哎，今晚你哪都别想去了。你谁啊？美女，走吧。上错车了吧？你是萌萌的男朋友吧？是啊，让我来找你。不是萌萌让你来找我？哎，你别脱鞋啊你！算了，还是等我们一起回家吧。好热呀！哎哎，你别脱衣服啊你！哎，算了，那我开空调，别脱衣服。喂，萌萌。喂，怎么了？是你让那个女的上我车的？是啊，都是我闺蜜，最近失恋了，没地方去呢。嗯，你后来回我家吧，我等下班接了她，拜拜。不是什么闺蜜？哎，喂，哎，你没事吗？我好难受啊！不是，大哥，我美女，你这样呢，你可以安慰安慰我吗？我，你们，萌萌，下车，你给我下来！哎，不是萌萌，你听我解释啊！哎，萌萌，你听我解，你干嘛呀？啊，真的。陈总，也是才晚一分钟，可能就露馅了。哥，你玩够了没？萌萌，你是在考验我吗？对不起，单纯，我行了，错了，是我让他做的，我就想看看对我们是不是真心。对不起啊，我不会再这样了，对不起。撒开，考验我。哎，你别走，你听我解释啊，对不起。松开，松开。